这个东西呢，不是放在嘴里的那种，它是一个能够提升男生武力值的训练神器，像什么泰森啊、周一龙啊，都用这个训练过。这个锻炼你的拳速，还能锻炼你的反应力。这个反应力你可能觉得不那么重要，那么接下来我给你看个视频。哎，就是这效果，我感觉练个十年八年的，躲个子弹应该不成问题。把这个戴在头上，哎呦，是不是有那么一瞬间有点像吴彦祖？下面呢，让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这个训练球的正确使用方法。首先呢，把它置于我们的胸前，右手持拳，动。这个呢，完全是因为节目效果，右手持拳，球呢？球呢？哎，抓到了啊！这个就是灵活的反应力。那残障，我们还可以融上我们的武术基础。五连鞭，乌龙抓起手，猴子捞月，非常的累啊，而且非常能锻炼你的反应力。下一个，哦，这个是南卡的骨传导耳机，这一个就花了我四位数。这个就是不用入耳，通过震动传声的耳机啊。据我了解，像我们很多经常戴耳机听音乐的啊，戴久了都会对耳朵有一定损伤，或者一些耳朵有炎症的不能戴耳机的，就很适合这种骨传导耳机啊。具体有没有用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个马雷发出去，我心挺痛的。我看一下这怎么戴啊？哎，不对，也不对。哦，这样戴。开机，小爱小爱，播放一首乡村爱情的炸雷。哎，呜、哦，哎，有声音了。哎，它这个跟我们耳机听的音乐一样，哎，那个声音是一样的，但是它不是从耳朵里面进去的，它是从这边发声震动进去的。不过声音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来换个位置，你看能不能听到声音啊？哎，放在这边也能听见，拉后面就听不见了，这里也能听见。哦，放在水花里面，喂喂，这也能听到啊？听不到了。它这个音质还是不错的，但我感觉它这个后面有点松啊，我感觉这个稍微运动一下，感觉就能掉，感觉不紧。先来一个倒立啊！没掉，没掉，甩头。还是比较紧的。没毛病，还是很紧的啊，这一千多不亏。而且有了耳机，我们可以配上这个训练头套，音乐运动一体化。